Hello， 各位波波大力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lla， 我是马志祥。我们最近即将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《听见歌在唱》，4月16号就会正式跟大家见面了。我在里面饰演方雅各，我是演钢琴老师黄韵芬。这部电影呢是由真人真事启发所拍摄的一个故事，希望你们能够到电影院来感受，得到感动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影片最后呢，我们会抽出电影的特映票 ，Go。保安等一下，你一直在唱同一首吗？哎、欸，你一个人搞砸这个游戏啦。对，不能唱歌词。我觉得很受伤。拜托，我们在后面耳朵也很受伤，好不好？你有想到我们的感受吗？认真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不相信。我好，你上。我要快乐。那么我可能也耳朵有点。你现在是不是想说，我有点搞不清楚到底现在什么状况？好想睡，还没有好。不行，我真的听不到。我来，我听听。哎，我来。很难，真的很难，因为阿妹的她的音频很高。是不是？哦。再来，是不是很疗愈？我真的放一首歌。哦，我知道，情非得已。哦，你看吧，还是有人唱出来嘛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太太最近在追《流星流星花园》哦，真的。哎，你找到灵魂伴侣了，这样都听得出来哎。有没有棒球棒给我好不好？你用拉的，你用拉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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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，待会要吃什么？哎，霸王龙，我们吃霸王龙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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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请问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？男歌手，是男歌手的名字，不是中文。一首，王红是中文，阿令阿妹。男歌手阿令是女的，你们可不可以尊重一下？哦，马斯卡。哦，我知道，叫我爸爸。哒哒滴哒哒滴哒哒。哎，没事，我们的拉拉姐表现不错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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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知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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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对不起，我错怪你，完全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对，其实你没那么糟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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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崇拜啊，还有什么万岁的，好老啊。你怎么会找到这歌啊？因为我第一天被主打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不会流流下来，终于该倒带。对，倒带。倒带。OK。我觉得很像关若英哎，那个样子。拍首歌。一八八 A 吗？一的哒一的八 A 吗？不是，你们的步数完全被我破解了。对，就像里面一定会有蜘蛛一样。你好厉害，其实你很懂综艺耶。你是被演员耽误了综艺咖。来来来，看一下。喂。正式的交换。
好，这首歌拍首歌呢，希望在现在这样子疫情的一个时代之下，请你们大家给自己鼓励，也为你身边的人鼓励，为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他们鼓励，在这里替你们加油。对，加油，拍首歌。一爸爸爱妈拉萨拉乌拉萨不好意思，我刚刚那个听不到了。没有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就是绿茶加水，加热水，因为泼下去之后，希望有点浓烟呐。哦，以前我在山上的时候，确实因为被蜜蜂叮咬，有用尿液去，但是我们只是涂抹。嗯，那你在山上这样擦一擦，真的有效吗？心灵加10%有。大家如果去戏里面的话，注意一下有一个体态比较圆润圆润的一个可爱的弟弟，就是唱 B-box 那个，对，非常非常可爱。比如说我们在唱歌，他就突然打哈欠，这样子。其实小朋友都很可爱啦，就每个人都很纯真啊。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感觉到小朋友有体会到演戏的有趣乐趣，然后有些小朋友就觉得很新鲜，然后他们真的学习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你也会感觉到他们的一点点改变。如果是以比如说整个剧组的来讲的话，困难就是遇到台风天了。天气其实在太难预测，而且那一年我们刚好遇到了好几个连续的台风天，每个人手机都一天到晚收到土石流的警报，就是说哦，到现在是第几级了，到什么时候到几点以后就不能再下山了。就比如说你一大早其实天气是很晴朗的，蓝天，然后空气很清澈，这样子，但是11点雾就来飘来的时候呢，能见度可能不到3公尺，然后 Ella 就从雾里面走过来，你会发现有个仙女就下凡。然后对于我们两个人而言，最大的困难应该是练钢琴。我们两个都是没有什么钢琴基础的人，所以对我们而言，在戏里面你们看到的那些动作，全部都是硬练出来的。我们是用死背的方式。感谢大家听我们刚刚一阵胡闹，记得订阅波波戴利的频道，然后呢，在这一则影片下面留言，你就有机会抽到25组的电影票，而25组是50张，所以你可以西家带券，你没有啊，就带另外一个人而已。反正呢，就是可以抽到我们的电影特映会的票。听见歌在唱，然后看外面大家现在很激动，在按喇叭了，就是提醒大家记得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部电影，谢谢大家。